星，啊，为什么要去那个星呢？想去了解一个东西。啊，这儿的景色太荒凉了。看到这样的星星，会觉得我们的星球可真漂亮啊！要着陆了，阿鲁弗雷多。习惯了，很久以前不知道是哪些人把这个星球做了垃圾场，我很想看看他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扔了什么样的垃圾呢？我想看看就知道了。啊，这都是从战争中用过的机器人吗？是这样。和平了，成了无用的东西，被扔掉了。实现和平自然是好事，可是眼前的情景有些过分了，多少总让人觉得有点可怜。这都是曾经自由行走的伙伴，那肯定是他们动不了后才扔掉的。肯定是那样的吧。怎么了，博士？听到没有？有声音。啊，听到了，那是什么声音啊？在废料堆的那一边。过去看看吧。等一等，必须多加小心，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星球。知道了，我不过稍微靠近一点。太害怕了，还有活着的呢。说活着的不够准确。对了，是有活动的，或者说能活动。那个机器人是不是很危险？这可很难说呀。不过那种型号通常编入的都是友好型号的程序。小机兵过来了呀！快藏起来，快！这好像是编入了永久动力的那一种。不过它看起来负伤很重呢。可以认为它基本上已经损坏了。不好，他发现我们了，快走啊。我被捉住了，会怎么样呢？我也说不准的。不要紧吧，先生。不要紧。
先生，我们不如分成两路吧，我来吸引那个机器人来追我，先生您就赶快返回宇宙飞船，做好起飞准备，怎么样啊？那也好。机器人真的是要袭击我们吗？实际上不是已经逼过来了，也许只是追赶我们呢。就算是那样，你认为怎么了？我总觉得他十分可怜。那是个机器人吗？哎呀，尽管是机器人，可也是一个人，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真难熬啊。嘿嘿嘿，机器人可是没有情感的。那谁知道啊，活了那么长时间，也许自然地产生了情感。你能不能开得稳一些？真疼啊，着陆是自动操作。是吗？这么说这个飞行器有点毛病了。可能吧。暂时不去宇宙飞行了吧？还没有计划，不过巴恩博士又是爱凭兴趣做事，说不定哪天又要去了呢。真可怜呢。哪儿的话呀，去宇宙飞行是我的夙愿，我一点也不害怕。不是，我说的是你给我讲的那个机器人。不知道是哪个星球的人扔的，总之挺过分的。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一个人被抛弃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那真让人不寒而栗。宇宙中看来是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星球和生物，所以我打算今后继续到宇宙中去，和各种各样的生物去打交道了。很好啊，探索宇宙不错，可是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位于西纳托拉岛上海拔1300公尺的罗森山，5天以前开始了火山喷发，成了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罗森山在数百年以前已经停止了火山的活动，成了所谓的死火山。这次的喷发违反了科学常识，
但引起了很多地质学家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而且这次火山的一个特点是喷发出来一个很高的火柱，但是没有烟尘和岩浆的流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次罗森山的火山喷发，由于没有烟尘和岩浆的灾害，众多的观光者前往喜纳托洛岛上观看夜空下的火光冲天的奇特景象，所有的饭店旅客爆满，还有人带着睡袋。喂，我是阿罗弗莱德。我是巴粉。啊，是巴粉博士啊。看电视了吗？啊，正看着呢。啊，去喜纳托洛岛。啊，去，当然了，是，我知道了。巴本博士说去调查这个罗森山的火山活动。请问后来修理和调整了没有？没有，忙这忙那的。先生，乘船旅行也蛮不错嘛。是啊，那个火山喷发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没有必要急着赶路。是的，不过我的心情还是想早点亲眼看到，我想知道死火山为什么突然喷发了。哎，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那都没有。过去有过这样的例子吗？所谓死火山就是说已经停止火山活动的山了。那么是不是把休火山当成了死火山？不，罗森山的确是死火山，可是也像它在喷发呢呀，所以这是个谜呀，必须要去进行科学调查。阿鲁弗雷德，阿鲁弗雷德，看见新的图拉岛了，快快！看不见火山的火呀！啊，你白天是看不见喷火的，通常喷出的烟尘高高升起就能看见了，这次基本上没有烟，所以就更难看清楚了。先生。船长，我们也到火山口的附近去不要紧吧？可以可以，可是为什么去呢？那儿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仅仅是爱凑热闹的毛病。如果不觉得步行辛苦的话，去看看吧。终于到达了喜纳托洛岛。这个地方可真热啊！以我们的穿戴太热。您是巴粉博士吧？我是村长，名字叫阿莱姆·帕莱姆。感谢你的专程迎接，能领我们到火山上去吗？总之，请诸位稍微休息一下，是静吗？要休息一下再说。就是说，没有尼奇洛克潘这人的许可，我们不能到火山跟前去，是这样吗？村长先生，总之，罗森山在尼奇拉克波恩的私有地里。不只是罗森山，这个岛的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归旧领主尼奇拉克波恩所有。即使说是有目的的调查，也难以获准的。不过，出些钱倒是可以的。出钱？真是让人不舒服啊。总之今天晚上先住在这个饭店里，明天一早上出发，我觉得比较好。好，就这样吧。那么博士，您和我一起去尼奇拉克波恩先生的驻地吧。
真漂亮。与其说是火山，不如说是焰火。对，是焰火。啊，是这儿吗？哎，怎么样，尼奇罗库帕恩先生的态度？想不到的家伙要求一大笔钱呢。要多少？啊，告诉你也请不了什么。哦，从这儿看得很清楚啊。真想早点搞清楚死火山为什么喷出那么高的火焰。真舒服啊，没想到这个岛上还有这样的出租车。哦，阿拉弗雷德，你也坐上来吧，怎么样？啊，我没关系，船长您才应该做好登山的准备，攒足力量啊。哦，阿拉弗雷德，你说到哪儿去了？我现在还不会输给年轻人呢。航海不一样，很吃力呀、啊。确实很累了，先生，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好吧，我也有点累了。要休息的话，再朝前走走，有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那么就到那儿吧。船长还能走动吗？没关系。哎。谢谢，我这爱凑热闹的毛病真烦人。已经走了一半了，再加把劲儿吧，船长。花了这么多的辛苦来到这儿，就是死我也要爬上去呀、啊。你怎么了，阿拉弗雷德？阿莱文先生，平常火山活动活跃之后会发生地声或者地震，可是这儿怎么没有这些现象呢？哦，地震没有发生，可是地声有时候有。哎，我怎么一直没有听到？哦，是那样的，地声只有爬到上面去才能听到，它有时候才出现的。如果火山仍然这样继续的话，作为村长，你该怎么打算呢？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因为这次火山本身就没有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可是昨天见到的尼奇洛库帕尼先生好像有将此火山作为旅游观光点的一个想法，比如建造登山的电车、修建公路到山顶等等。那就收起入场券了。大概是吧。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笛声的声音。我好像听见了谁在哭泣的声音。啊，又停了。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小心点，斯塔普船长。我明白。怎么看不清了？啊，太危险了，大家别激动。吓了我一大跳。我才吓了一大跳的，船长你小心一点嘛。对不起。我是头一次见到。怎么回事啊？火
山口附近没有援疆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先生，明白什么了吧？现在还没有搞明白。阿鲁弗雷德，对不起，请你把那边的缆绳拿过来呀。好的。快拿缆绳来！啊，是是。阿拉弗莱德，怎么回事啊？啊，对了，我掉进火山口了，好像没有受伤啊。这不是岩石啊。明白了，我很快来救你，一定等着我呀！啊。